舞台前方来做移动。先来欢迎大家，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2016年第三届 Quora 我们台贸公益路跑活动啦。那今天呢，已经是第三届来举办我们的赛事了。今天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妍，非常欢迎大家来到这边。那先给大家一个掌声好不好？先给自己一个掌声，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这边啦。今年呢，我们台贸 Quora 将为大家带来前所未有的体验，路跑体验，除了让你感受到够酷、超 ice 以及更 water 的冰凉体验之外呢，当然也要结合我们台贸购物中心健康、运动以及欢乐的形象，替选手打造一场炎炎夏日中最清凉的路跑经验啦。这次的活动除了要留下来我们大家最喜欢的哈根达斯之外呢，亦在我们终点站，等一下我们大家跑完的时候就会看到啦，终点站设置了滑水道，所以如果大家觉得很热的话呢，在进我们的终点站的时候可以来玩一下我们的滑水道啦。先来提醒各位咯，我们7:30是黄色出发，7:35是绿色出发，7:40是蓝色出发，以及7:45是白色出发。那我们在活动开始，比赛开始之前呢，现在先来欢迎我们的极限健身教练带来我们的健康操，欢迎我们各位教练。我们正式长以及我们副市长都能瞄准自己的准备就绪啦。好，来最后10, 9, 8, 7, 6, 5, 4, 3, 2, 1。小心脚下，也注意哦，我们在我们的跑步过程中一定要增加水分，不要中暑哦。谢谢他，继续往下冲。三，为什么我觉得他不在哦？如果等一下发现旁边有人欢呼的话，就把他打晕好不好？不要让他上台的话，可能机会就是你的。第二票七哦。怎么办？来，我们的十位数字是。